会长、师傅们、老师们、同学们，大家晚上好。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又进入到紧张的学习当中了。希望大家调整一下状态。星期一都是一个星期里最忙的一天，但是今天晚上我们的课堂内容呢，轻松而愉悦。好，Are you ready, everyone？单师傅你好，请问现在是您在分享屏幕吗？是的，非常感恩单师傅帮忙分享屏幕。Thank you，好，等一下，单师傅，我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啊要上的课在先翻到第五十六页，请翻到第五十六页，谢谢。等一下，您的这个五十六页和我的五十六页好像不太一样。等一下，五十九页。here it is. Yeah, 59. Sorry, my bad. 好的，好，下面我先来为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课程安排。好，谢谢单师傅。非常抱歉，因为我这个电脑不能够分享屏幕，所以呢，那我请了单师傅帮忙来分享一下这个屏幕。好，今天的课程安排呢，首先我们先一起预习一下我们上节课所学过的这三个单字，然后我们进行新的单字的学习。那么还有三个新单字，我们今天也要一起来学习一下。然后接下来大约20分钟，我们来学习新的句子。好，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看一下这三个单字。All right, please read up to me. 我们每个单字一起来读5遍。All right, here we go. Together, together, together. Together, together,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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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ort. Au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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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itor. 好，这三个单词是我们上节课所学过的。下面有请三位师傅、老师或同学们来，上面来读一下，有请三位，我们一起预习一下，然后就进入新的单词的学习。好，有请我们的真务师傅，please。老师好。你好，读一下。Together，Together，Report，Report，Auditor。Auditor，对了吗？Yes，auditor，yeah，auditor。第二遍的时候自我修复了，非常棒。Thank you so much，真务师傅。恭喜赞叹，恭喜赞叹。读的真的很有英美范儿。Thank you so much。Next one，有请我们的觉醒师兄，please。老师好。你好。Together，Report。Report, auditor,
Auditor。Perfect，perfect，perfect， 非常完美，无可挑剔，非常棒。谢 Thank 谢 you 老师。so much. Thank you. 哇，我们的学前数学读者真的是能听到每个音节发的都非常的饱满，悲喜赞叹。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阿星师兄 ，please。尊贵的副会长，各位师傅，晚上好。你好。Together. Report. Auditor. 请您指正。哇哦，非常棒，非常棒，发的非常精准啊，新师兄。谢谢。这是我们新来的会员吧，因为没有看到过您。好，您可以听出来您的英文非常棒，请您多来哦。好的，下面有请我们的郑师傅 please。各位大家好。哎、Together, report, auditor, thank you. Yes, wow, 完美无瑕，非常棒，太赞了。好，可以看到我们的师傅、老师和同学们哈，对我们上节课所学的单词的掌握程度非常的好。好，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三个新单词啊，请单师傅翻到下一页 ，please。Sorry， 我在看我自己的课件，我这边还等着您看看。Sorry， art， yeah， that's the one， 就是这个。好，谢谢您。好的，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好。下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一个单词 intended intended 这个单词请大家注意它重音在第二个音节上 int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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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单词我们看到它的动词原形是 intend 打算，那这边加了 ed 的形式，那么动词加 ed 可以做形容词。在这边为什么以这个形式这个单词来一起阅读呢？因为像这个形式呢，就是待会儿我们在句子当中会学到的一个被动结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intended， 在这边它有故意的、有意的、打算的意思。好，一起看第二个单词 read 请问
非常棒，法龙师兄 ，Thank you。好，这边每个单词都贴出来了哈。Read。Read. All right, let's have a look. The last one. Atta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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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单词的重音呢，也在第二个音节上面 ，attached。然后因为它第二个音节出现了梅花元音，所以在我们发 attached 这个嘴一定要记着啊，张大，大约两指宽的距离 ，attached。那么同样的，那这个 attached。和前面的那个 intended， 它都是一个过去分词的一个形式，因为这个形式待会我们在句子当中呢，就是句子当中的它所运用的这种过去分词的表达方式，所以呢这个对啊，它有这种过去分词的读音，所以呢我就把它直接贴过来，这样我们在学习句子的时候就不用自己去变形，那么它跟句子出现的词它的形式是一样的。好，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一起每个单字来读三遍。Intended, intended, intended. Read, read, read. Attached, attached.Attached. Okay, now it's your turn to practice. 好，下面可以，大家可以拿麦克们来试，就一起来练习一下了。All right, remember what I'm gonna say now. 看有谁能猜到我接下来要说什么。That would be practice makes perfect.熟能生巧，大家要多多练习哦。好，下面有请觉醒师兄 please。 Intended, intended. Read, read. Attached, attached. Perfect, 哇，非常标准。 Thank you so much. 好， next one, 法龙师兄 please。 你呢？ Yeah, intended.Intended, read, read, attached, attached. Thank you. Perfect, perfect. 好 ，next one， 有请小菊师兄 ，please. 祝晚上吉祥，我来试一下。好。Intended, intended, read, read, read.Yes. Attached. Attached. 哇哦，非常棒，非常棒！每一个单字发的都非常标准啊，小菊师兄可以听得出来，您有自己也在练习拼读啊，每一个音阶拼的都非常正确。Well done. 进步好大，非常棒 ，Thank you so much.好 ，next one， 有请我们的郑师傅 ，please。不会讲好。Intended, intended.
read. Thank you. 好，郑师傅，第三个单词我没有听到，不知道是我这边卡了还是您那边。可能是我这边网络。Attached. Attached. 好。这回我听到了，好 ，Thank you so much， 非常棒 ，Thank you。好 ，Next one， 文书师傅 ，please。大家好。你好。我来试读一下。好。Intended。Read。Read。Attached。Attached。Wow。非常完美，哇，太棒了，读的太棒了，是的，可以听出来您读的这种啊，很激昂 ，Well done， that's the right way to practice your English。好，这就是我们练习英文的最好的方法。好 ，next one， 有请我们的樊师傅 ，please。大家好，我是对的。好。Intended. Read. Attest. 谢谢老师。好，谢谢樊师傅。第一个单字我没有听，不是很清楚，可以请您再读一遍吗？哪一个老师？第一个。Intended. 哦 ，yes， 好，这回我听清了。然后最后一个。Attached. Yes, yes. Well done. 好，非常棒。Thank you. 谢谢您。好，这么积极的配合非常完美。好 ，next one， 有请我们的真务师傅 ，please。老师好，我来读一下。Intended. Read.Read. Att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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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ached. Attach. 这个字有点儿，好像我没读准。好，这个特我们先不读，我们先读前面 attach. Attach. Yeah, 然后后面加 ed 就是 attached. Attached. Yes, yes. Attach.Attached. 有点拉口啊。是稍微有一点，后面是一个轻辅音attach. Attach. Yes. 然后加了 ed 的形式，是它的过去分词形式，我们把它读成 attached. Attached. Yes. Yes.是这样。好，多多练习几遍就没有问题了。Thank you so much, everyone.Thank you， 陈巫师。好，我们单字啊就先学习到这里，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句子。好，单师傅，请您翻到Yes，Thank you so much， 我真感恩您。好，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句子。那它看起来稍微有点长，其实呢，它的内容啊没有那么的繁琐哈。好，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个句子啊，就是继续延伸我们上节课所学的。大家还记不记得上面我们之前所学过，后面有个 and a balance sheet， 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前面小 b 里的第二个小项 and a balance sheet， and a balance sheet。对，我来看一下啊，暂时，哎，对，就是第58页，好，谢谢您，好，就是这个 a balance sheet， 那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对于前面这个 a balance sheet 的进一步的解释与说明。好，请大家同我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内容。下面我先来把这个句子读三遍 ，Together with the statements, reports, and notes, other than an auditor's report, attached to and intended to be read with the account, statement
or balance sheet. A balance sheet, together with the statements, reports, and notes, other than an auditor's report, attached to and intended to be read with an account, statement, or balance sheet. A balance sheet, together with the statements, report, and notes, other than an auditor's report, attached to and intended to be read with the account, statement, or balance sheet. 相信大家有一个小疑问，那么我们暂时先不要说，我们一起来分析这个句子。那么在我们分析到那个部分的时候呢，大家自然而然知道它为什么会发这样的读音。好，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看一下，这边我们知道 a balance sheet， 上节课的时候我们有讲到过 a balance sheet， 它是资产负债表或者是余额平衡表。那么根据语境啊，我们选择用为把它翻译成资产负债表。好，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要所学的对于它解释说明的这一部分，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together with这边的介词短语表示与什么什么一起 ，together 是啊与什么什么一起 ，with together with 这边的介词短语表示与什么什么一起，与什么一起呢 ？The statement 这边我们把它翻译成报表。我们知道 bank statement 银行账单，那么它根据不同的语境啊，那么它有它自己不同的翻译。那么根据这个句子里面的语境呢，我们把它翻译成报表 ，the statement 报表 ，report 报告 ，and notes 这个单字，我们把它翻译成附注 notes。这个通常都是啊，比如说有一个条款，那在下面呢有一个啊，对于这个条款的一个解析，它就会下面有个 notes， 那这个附注的部分啊，也是对于上一个条款一个补充说明的部分。那这样的表达方式，我们会用到这个 notes。那么这个 notes 在这个句子里啊 ，statements, report and notes， 我们它们三个放在一起，我们把它翻译成报表、报告和附注，逗号 ，other than。Other than 在这边这个介词短语 ，other than 它表示啊，除了什么什么之外，除了什么什么之外，它后面接了一个名词词组 ，an auditor's report，an auditor's report，other than an auditor's report， 除了什么什么之外，那除了什么什么之外呢 ？An auditor's report， 我们把它翻译成审计师报告。那么，为了这个句子通顺呢，我们把 other than an auditor's report 翻译成审计师报告除外。那么这个小部分啊，它其实是对前面的那个 report 进行一个补充说明，因为它这边就是说啊，它只是在审计师报告除外。那么在上面的三项里 ，statement 报表、报告和附注里面呢，它提到了啊报告。所以呢，这一小部分呢，就是说对于前面这个 report 进行了一个解释说明。Alright， 下面我们继续向下看 ，attached to， 诶，这个单词我们应该不会很陌生，因为在我们写邮件的时候啊，我们通常会attach to 附件，那这个附件啊被 attach 就是说附着、附加在 attached to 这边。的不定式短语啊 ，attach to， 我们把它翻译成附着、附加在 ，and，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并列连词，它连接两个成分，相同的成分。好，我们看一下这边的并列连词，连接两个过去分词短语 ，attached and intended，attached and intended，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attached to and intended to， 它连接的两个分词短语，对前面的 balance sheet， 对前面的这个名词 balance sheet 的一个补充说明。但是请大家记下来看 be read with。 好，请问这边的 read 为什么要读成 read？ 有哪位老师师傅或同学可以告诉我这边的 read 为什么读成 read？Bingo！ 好，这边过去分词做被动结构 ，be read with 被阅读。那 intended to，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 intended to，intended to，intended to， 这边他把它翻译成啊这个意图、打算。那打算怎么样呢 ？be read 这边是被阅读 ，with 是和，这边有个介词啊。这个下半句从 attached to and intended to be read with， 这边还涉及到了另外一个知识点，请大家告诉我 attached to 的宾语是什么？好，大家可以拿麦来说。啊，郑师傅 ，All right， 哒哒哒哒哒，王老师也、yeah， 非常完美。好的，这篇啊确实涉及到了一个知识点，就是 attached to and intended to be read with， 这个 to 前面的 to 和后面的 with 这两个介词分别。加上了共同的宾语部分，就是后面的这一个 the account statement or balance sheet。好，这是一个这个句子当中的一个难点哈、啊、attached to and intended to be read with the account statement or balance sheet。那么这种书写方式啊，也是法案中独有的一种书写方式，就是它很精简。啊，这种书写方式平时在阅读当中算很少遇到，这种法案的呢很精准，所以它就是很简洁，不啰嗦，一步到位，非常非常棒。Alright， 好，那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句子的后半部分的翻译 ：attached to and intended to be read with the account statement on balance sheet。好，一起负载。Sorry， 这边的那个一起负载这个会计需要改一下，一起负载，因为根据它这个语境啊，这个 account 我们把它翻译成账目，一起负载它不可能负在会计上，所以呢这个 account 它结合这个语境呢，我们把它翻译成账目，那么一起负载账目报表或资产负债表上，并你与之一同阅读。哇，这它的翻译真的是精炼。好，那么我们一起看到的这个一起附在账目报表或资产负债表上，并与之一同阅读啊，就是这个句子后半句的翻译。然后前面的 together with statements, report and notes other than an auditor's report， 与报表报告和附注审计师报告除外。好，那么这个整体这个句子就学完了，请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Is there any questions? If you do have some questions, due to the time is up, I think I might leave it for next class. 好，我们今天这个句子，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啊，由于时间有限，那么今天这个句子当中所涉及到的语法知识，请问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那我们可以留到下一堂课当中我们一起来讨论，好不好？然后我们今天的课啊就先上到这里，不要耽误到下一位老师上课。好，非常感恩大家的支持与配合，信任与接受，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里。I'll see you guys on Wednesday. See you everyone. Thank you.
谢谢山师傅。好，我们可以结束分享 ，Thank you。